我點解去入股亞視呢？最緊要係為咗賺錢。踏入二十一世紀新紀元。如果你心紅，成日要叻過邵逸夫，你慘啦，因為你今世叻佢唔到嘅。觀眾對電視傳媒喺各方面嘅要求亦不斷提高。收視率，我哋即係從呢個無線比咧，佢永遠都係大阿哥嚟嘅。可以增加我哋收視率嘅，又平又靚嘅，我哋一定又會去做。即係我哋咧就用一個好靈活嘅方法去玩呢個電視台。嗱，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咧，請今日咧列席喺度嘅亞洲電視嘅代表啦。有歷史以嚟都有噶啦，舊陣時就升英國旗、香港旗、工展會旗，而家就升國旗、特區旗。社會嗰度好多人叫我做愛國商人，大家係中國人，點解唔愛國呢？梗係愛國啦！我哋係愛中國，我哋係愛香港。咁呢樣嘢從經營電視台係兩件事嚟嘅。亞洲電視目前接近九成股權由陳永琪和鳳凰衛視主席劉長樂擁有，陳永琪是最大股東，行政總裁一職由他親自出任。這日陳永琪以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身份主持工展會開幕儀式，未開始他已經先到場監督。特首來，你們誰人在接他？獨自在山坡高处未雪高。亚视亦派出艺员义务为工展会助兴。亚视就系差唔多无偿咁样去宣传呢个咁嘅工展会，咁使到市民知道咧，香港仲有好多样嘢好嘢喺度。咁我哋亚视，我觉得呢个责任。陈永琪出身自纺织世家，过去廿年做过基本法咨询委员。港區人大代表、特區推委會委員，亦在國內投資多年，同大陸關係密切，有人甚至形容他是挺董的中堅分子。董生在第一任的時候我幫董生拉票，第二任的時候我又幫他拉票。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我就覺得董生實在是鞠躬盡瘁，支持董生就等於支持特區。亞洲電視由家族擁有的年代兩個月前正式結束。而家就兩個大股東，一個劉長樂，一個陳永琪。我同佢合作得十分之愉快，喺呢個即係鳳凰衛視嗰度咁樣啊，所以即係根本都即係唔使計得咁清楚咯。我哋而家係有陳永琪，目前仍然係鳳凰衛視股東。至於鳳凰衛視主席劉長樂，1998年入股亞視嘅時候，一度因為電視條例對跨媒體擁有權同非永久性居民嘅限制而受阻，最後分別要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豁免，以及經廣播事務局批准，先至做得成亞視嘅董事。如果你找一個非香港人做大股東，又要董特首去通過，即係用特權去豁免咁樣，咁會覺得哇，係咪要俾一個台咁多特權咧？咁樣即使唔係輿論壓力，同行都會有壓力咧。我哋亞視嘅管理人員咧，一共係8位，咁啊8位之中咧，有7位係全部係香港人。陳永琪和劉長樂兩個人動用近10億港元購入年年虧蝕的亞視股權，引起外界很多揣測。如果中央要控制香港的話，根本香港已經是他的地方，他不用刻意要做這些事。我為什麼去入股亞視呢？最重要是為了賺錢。如果你只是想經營賺錢的話，你就唔應該做電視台，電視台要考慮好多其他相關嘅或者一啲間接嘅政治上嘅、文化上嘅、社會上嘅一啲嘅因素喺度嘅。我睇住個收視率啫，而
點樣去谷佢谷高啲咧嚇？即係我哋自己內部有諗住籌備緊有普通話新聞嗰度。我哋上到個高潮，亞視股東過去幾乎個個都蝕本離場。佢哋成日要超越 TVB 啊嘛，花好多錢搞好多大型嘢出嚟咯。台慶又要從人哋鬥第一，乜嘢又要從人哋鬥第一，咁樣咪將啲錢抌曬落海咯。我冇諗到我會超越無線，即係自己清清楚楚，資金唔夠佢，就好多樣嘢唔夠佢。咁所以咧，我想做一個老二。亞洲電視如果有20% 嘅收視率，我已經賺錢。封小平為首嘅新股東，1998年上場之後，亞視已經開展連串開源節流措施，包括大幅裁員、遣散大部分製作人員，同時將戲劇組解散。亞視員工由本來近2000人減到1000，令龐大嘅薪金開支節省一半。一三條龍，行前一步，我對你絕對有信心㗎。你呢隻狗啊，仲敢講嘢？同時又將後期製作，好似配音、化妝、字幕等工序外判，或者改用散工，以減省員工福利等基本開支。亞洲拍開始10多日到，就走3個地方，即係傳聞係裁員先，咁但係就即係再傾落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係即係佢哋都想係將啲人即係譬如裁咗出嚟，然後就去做公司，咁又有優先嘅。即係判翻亞視啲節目嚟做。自己嗰個點解要？楊永祥本來喺亞視做綜藝及資訊科製作總監，2年多前，佢同10多名同事離開亞視，自組獨立製作公司，以包拍形式承接亞視嘅資訊節目嚟做。你俾多一次我睇翻好嗎？由辦公室、製作器材到技術人員。外判公司全部都可以向亞視租用，費用就在收取亞視節目製作費前扣減。楊永祥話：電視製作外判，因為成本較低，所以是大勢所趨。呢樣嘢係我哋亞視做先嘅，咁但係而家香港好多大公司都跟住 ，PCCW 又跟住咁做，啊有啲好多好大嘅公司都跟住咁做啊。咁證明我哋呢個咁樣嘅做法係一個節流嘅同埋控制成本嘅一個好嘅方法咯。임신축하해。嗯，형님밑에있을때보다마음이편안하다。亞視目前購買大量外地劇集播放，1年400小時劇集，其中近2/3屬外判或者外購節目。而自拍劇集，一方面口碑欠佳，另一方面製作成本高，已經非亞視主流。做生意要識得轉博，要靈活，行一條路行啱嘅就猛行，嗰條路一覺得有少少崎嶇嘅，咁我又行歪少少，揀條好啲嘅路。生意佬就係咁樣噶啦。自拍劇集減少，影響賣片嘅收入，廣告收益變咗佔亞視收入90%以上。一年一度嘅節目巡禮晚會，係電視台爭取來年廣告收入嘅關鍵日子。全港廣告開支總額，2002年係329億，電視廣告佔40%，大約136億，其中無線電視佔70%，亞洲電視佔25%，有線電視佔5%。我哋而家內地嘅廣告同香港嘅廣告咧，就係1/3係香港廣告，1/3係內地嘅廣告。咁樣啊，內地嘅廣告嘅增長率一路會大。淨係出天氣報告嘅標榜就得啦。亞視早幾年已經喺國內多個城市設立營業辦事處去招收大陸廣告。上年度頭20位廣告客户之中，40%嚟自國內。我哋台播嘅廣告對象係兩邊都有，呢個係國內嘅產品，而香港冇得賣嘅。今日冇得賣，唔代表聽日冇得賣。綜藝節目、戲劇節目嗰個比例，同埋自制節目同埋購買節目嗰度嗰個比例咧，亞視平均一年播放500小時資訊節目，國內題材佔咗1/3。
購置大陸的劇集亦一年過百小時，節目越來越趨向大中華口味。在一國那裡，我們跟中國是一個國家，即多些報導我們國家自己國家的事錯在哪裡呢？西北開發之旅，開發大西北，開發中國裏面內陸的經濟，這件事是對香港人有利的嘛。所以你說應不應該搞大中華呢？當然應該搞大中華啦。亞視和鳳凰台他們的報導都是非常客觀的。亞視的新聞自由，新的股東方不會做任何形式的干預。不可以為呢，這個我們 會干擾到這個新聞自由，這個沒可能的。你看我的 record 啦，由呢個十幾年前我做呢個資委開到而家，我都係盡量呢個擁護香港嗰個新聞獨立、新聞自由嘅。新聞報導係亞視嘅收視王牌，六點鐘新聞平均有十個收視點。過去咁多年，新聞部係唯一冇削減人手嘅部門。有時甚至攞到額外資源。160、161已經改咗。關偉曾經出任鳳凰衛視中文台副台長一職，1999年10月調任亞視接掌新聞部。佢話鳳凰台同亞視處理新聞嘅角度同守則都有分別。咁當時我哋做嘅節目，由於主要我哋嘅觀眾對象咧係喺內地嘅。所以我哋變咗做嘅方法或者個諗嘅口味啊，各方面嗰啲嘢咧，都要盡量要適應翻內地觀眾嗰個需要啊，甚至乎內地佢哋即係播放電視節目嗰個規條，我哋要守。你知道有一啲嘢係會係有禁忌咧，可能你提嘅時候會小心啲啊，或者甚至乎係唔提啊，諸如此類。陳生嚟咗我哋呢度做行政總裁，佢都提翻，喂，我哋做新聞，你哋要保持呢一個咁樣嘅持平手法。千祈不要有任何偏差。所謂持平的意思就是你要多方面 的表達，你都要有在你那個報導裏面，不可以只是集中在某一方面的報導。老闆說要持平報導，我覺得字面上來說呢就沒什麼差錯的，當然要持平報導啦。但是持平報導是不是就是說正反角50-50呢？抑或是要其實看回現實的情況，如果反對意見可能是90，贊成意見是10，你就將它50-50處理，其實也是一種不平衡來的。集會由27個不同團體而組成的支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大聯盟發起，是會幫助我們這個營商的環境，使到我們是有清清楚楚的法律根據。超過80%的受訪者都認為，即會如果基本法23條立法的話，都會影響到，相信會影響到香港的新聞自由或者怎樣。你講清楚，我們那裡講就是說，如果他不修改，根據現在的諮詢文件公佈出來才會是這樣的，但現在政府說不改，因為他就是政府面對嚴重財赤，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陳永琦贊成加利得稅。如果公務員肯減薪的話，我們工商界利得稅那裡加，我會支持。如果投票行到公務員日都開會講開大會，雖然你話老闆話明我不會管你的，我也不會干涉你的，但是如果他們要去討好他的時候，或者他們會要做自我審查的時候，你也控制不到他們，那你怎可以令到他們可以有這樣的膽量或者有這樣的勇氣去跟老闆去撐呢？因為那個都是他飯碗來的嘛。用外資的身份在大陸去搞這個內銷呢，是需要呢那個公司的營業額啊，將來會有很多外國人去上海看那個世博的，那去到上海當然來香港走走啦。我們做事呢就是應該向前面來看，怎樣搞好香港。他陳永琦現在經常出現在亞視新聞，就是樣我們就 用這種這樣的平常心去處理。總之他正常在不同的公開活動是有以他不同的帽去講說的說話，我們照報導。但是沒有擔心同事自己去過分的自律，越是有這種擔心或者越是有這種心態的人，你要不斷要提多一點。
這個肯定是要的，不是他們可能會 有個錯覺，咦，老闆今天在哪裡都是這樣講這樣的說話，我們如果不是論點同一樣，不同一樣的時候，會不會得罪老闆啊，諸如此類。如果老闆的姿態比較高的話，可能對真的新聞的員工呢，是有一定的無形的心理上的一些壓力都未定的，那他變了就不能夠純粹從新聞的角度去看問題，可能就要考慮老闆或者其他公司裡面其他一些非新聞的因素呢去想嘢。咁我覺得咁樣就唔係太過即係健康啦，呢個發展。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分別喺96年同01年做過一項有關香港傳媒市場定位嘅調查，訪問過20間傳媒機構近700個在職編輯同記者。調查發現，亞視嘅市場定位喺呢五年間有明顯轉變。喺96年咧，佢個定位咧就喺呢一度嘅，意思即係話咧，佢係非常之大眾化，而嗰個政治嗰個取向咧喺中間嘅。去到01年咧，即係五年之後咧，就由本來喺呢度呢個位咧，去到呢度啦。佢嗰個政治嘅取態咧，如果用翻一個親中同埋親港呢兩個族嚟睇咧，佢係向咗親中嗰個族咧係走得幾多嘅，差唔多係。比其他所有傳媒都是更加親中的。對不平不公的事，市民可以透過各種合法的途徑申訴甚至抗爭，就不能以公民抗命為名就為所欲為。這一次大規模違法遊行顯然是有組織的行動。亞視曾經推出一個叫做亞視評論的節目，放在新聞時段之後播出，一日三次，總共連續播了兩年半。其實亞視評論就是類似一張報紙的社論社評，然後代表整個公司的立場。由於我們新聞部有參與製作，於是可能外界有個誤解，就覺得咦，你新聞部的立場就是這樣。咁當然亦都有些人可能因為呢個因素，我哋搞呢類節目佢唔中意走咗都唔出奇噶，因為可能有啲同事可能要佢修改一下，要佢甚至乎可能要佢播報啊，咁佢唔中意，咁佢走咗都唔出奇嘅。當時嚟講就係阿風生嘅意思，即係譬如可能每篇稿佢要睇過，因為嗰個係代表公司噶嘛，就唔係一般嗰啲我哋寫新聞嗰啲新聞稿嚟。封小平又話：必須要做多啲香港市民喜歡睇嘅節目。迎合口味方面啦，封小平佢想高調，佢想亞視嘅形象鮮明啲，擺明希望可以得到某一類型嘅資本，譬如紅色資本嘅支持，話你有一個好旗幟鮮明嘅立場嘅時候，咁會唔會亦都容易俾官方即係中國嘅中央即係或者官方去受落咧？咁樣。亞洲電視宣布獲得國家廣電總局批准，通過廣東省有線網進入珠三角地區。我從國內的關係十分之良好，我另外一個股東劉長樂從國內的關係十分之良好，咁所以咧，我哋落地權早攞啲咧，就係因為我哋有能力。廣東省有線電視廣告收益裡面，估計大概有6億係由轉播亞視節目賺取嘅。我哋唔係想6億遠啊！我哋係想同佢一齊合作，使到我哋亞洲電視喺廣東省攞嘅廣告係更加多啊！譬如攞到10多億咁樣添啊！如果即係大家即係合作，一有合作咧就有成果噶啦，然後大家先再傾點樣分賬。2003、2004年希望搞到上市，咁啊如果上市掂嘅話，我睇即係員工嗰方面冇乜理由會冇啲紅。我哋已經定立咗2003年節目。陳永琪出任亞視行政總裁之後，首先將亞視評論停播，跟住將封小平發展東莞影視城計劃擱置，同時喺不同場合都再三強調，亞視一直以香港為本位。我哋嘅節目將以創新、有特色、迎合香港觀眾嘅口味為主。喺個整體個服務，其實係咪都係適合香港人嘅口味，同埋以香港人嘅為對象咧？仲有一個語言咧，係咪其實都係廣東話，係適合大部分係香港人嘅睇嘅？我見唔到一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兩間電視台提供嘅服務咧，唔係以本港嗰個為作為嗰個目標市場。
我哋希望免費電視服務能夠帶給政府兩個月前正式批准延續無線同亞視嘅牌照，有效期12年。各位觀眾，今日咧就係麗的電視中文台首日以全彩色睇播嘅。免費的電視台，咁變咗其中一間，如果嗰個股權唔係咁穩定，成日有變化嘅話咧，對香港人喺資訊嘅選擇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電視唔單止一種娛樂工具，甚至亦都係一種潛移默化嘅一種工具嚟嘅。咁如果呢種工具所散發出嚟嘅信息咧唔係咁穩定，甚至咧可能係好搖擺，咁我覺得就對香港觀眾嚟講咧就唔係太。